谢大家的礼物。你还好吗？很好很好。上海演唱会第一次见，喜欢上你了，谢谢你，谢谢大家的礼物，感觉又多了很多粉丝。我觉得有多粉丝啊 ，IG 有多，谢谢大家的真情告白。上海回来有没有好好休息？有吧，有吧，为了睡觉。谢谢。难道说还有熬夜？没有熬夜。谢谢仙女棒。见一次太难了，有多大概200个左右吧。谢谢小白，谢谢小白。谢谢人气塔，拍好了，可是慢点吧。好，谢谢新之万。多联系，会，谢谢迷你金浪奖，嗨，谢谢迷你金浪奖，那个是要干嘛？为什么一堆那么多特效的礼物？谢谢大家的礼物，我因为拍照。去上海拍照，然后我的照片就瞬间冲到500张，我看得好痛苦，好多照片。谢谢贵族玫瑰，奥珍，谢谢星之怪，破200。现在12000，谢谢新之官。接下来就是 mini concert， 对，应该舍不得删，我已经删到剩400，是吗？好像删到剩400，嘿嘿，拍的照片你不会删吧？我已经删了一些，我是不知道现在有几张照片，但是我知道我有删掉一些。可爱哟，可爱哟！谢谢枫叶，不要删传给你们，哈哈，我怎么传给你们？欢迎回来 ，Hello， 破完就删，对，破完就删。等一下就要先去忙，好哦。谢谢玫瑰。就是每则累之后每则 IG 都发满10张，还是分开发比较看起来比较多，7000多张，好像有破千才是正常的。谢谢 Love You， 要不要发一发照片？要发，我会发。有和伯母游记前辈合照吗？有啊。今天看2小时，对，我想睡觉，有一点。虽然我睡到1点还2点，谢谢 Love You， 睡太晚了，所以很想睡。谢谢 Love You， 等你，我需要修图的时间跟思考怎么发的时间，所以你们需要等很久。陪你下班，陪你到下班，睡太晚，对啊，
你不觉得睡很久的话会很累吗？刚醒，刚醒。今天是要讲五十个 Q&A， 对。开学前的学生。谢谢再买下去。你有看这首歌的日剧吗？我没有看这首歌的日剧，但是我想看啊，但是我没有看。谢谢傅伟的麦克风，真的越睡越想睡，真的是对。而且我忘记充电，所以我现在只有40几%。谢谢建成的麦克风，要去开会。推荐林依先看，所以我就推荐。我想看的时候再看。睡到下午4点，当天整个累爆。第九分局是什么？喜欢看的日剧吗？喜欢看的日剧，我不知道。喜欢看的日剧，临时想不起来。期待握手会关门吗？关门，握手会关门。兴趣缺缺，因为要看很久。外面风很大，真的很大，真的很吵，不喜欢这个声音。可是窗户又一直有那个声音，可以看到我。很慢的那种声音，就是不喜欢那个声音，他就一直是那个，他以为谁在叫。加推花铃，谢谢石头。气密窗就没事，这个不是说换就换，这不是我可以决定的事情。以为是猫，是风声，所以台风天的时候，这里的声音就很大。看半小时剧多，一小时的日剧有点太花时间。半小时的话，看动漫比较多吧，因为动漫大概20几分钟。谢谢仙女棒。今天眼睛有没有肿肿的？有吗？我自己看不出来。或是深夜，最近看什么动漫了？最近没有看什么动漫。最近没有看什么动漫。还好，我觉得今天的眼影没有那么显色。我刚弄了我的刘海，非常的奇怪。谢谢线人，谢谢金佑。我在等我另外一只手机充好电，我就可以充电。你觉得我要几点开始？问题，问题，问题。我本来想要剪短，但是想说还是不要现在剪好。随时开始。怎么开始比较好呢？那怎么开始呢？我得要上班，好、哦。我的顺序其实没有什么意义，所以就随便吧。第一题，希望第三张单曲是哪一首歌？希望第三张单曲是哪首歌？因为我们第一张单曲是比较摇滚，是吗？比较嗨的歌，然后第二张就是比较青春活泼的感觉。我觉得第三张呢，第三张的话，
就是蛮希望是那种有怎么说呢，有 AKB 的感觉。什么呢，类似偶像的曲风，对啊，所以我希望是好きなんだ，或是 maybe， 或是大声ダイヤモンド。哒哒哒。大好きだ、君が大好きだ、僕は全力で走る。那种比较轻快的吗？然后比较有记忆点的歌吧，记忆有容易记住的歌吗？maybe 喜欢那首歌，适合上节目的，轻快活泼，对啊，怎么个容易？就是。副歌的地方容易吧，比较容易洗脑啊。而且感觉够洗脑，比较喜欢。希望できるフレンド。不错啊，还不错，觉得可以。第二题，第二题，如果可以变身，想要变成什么？如果可以变身，想要变成什么？可以变身的话吗？想想啊，如果可以变。神的话，美少女战士不要。可以变身，想要变成什么？妈，我经纪人，我要变成宫野真守。变成我想要变成男生的艺人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是很想体验台下都是女生粉丝的感觉。转身过来转身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的名字。最近很红，不要，我想要当宫野真守。不是啊，因为人家就多才多艺嘛，我也想要多才多艺。因为他会唱歌跳舞，他可以弹吉他，可以吹口琴，可以演短剧，可以当声优，也可以搞笑。所以想要体验一下那种感觉。对，对，希望就是想要体验一下，因为感觉女生的偶像跟男生的艺人的感觉差很多。真有想要走网步的声音。公演有几首歌，这个不能跟你讲。林一本来就多才多艺，林一没有多才多艺。
就是感觉可以做的事情很不一样啊。你和女看女生啊，女生就是很难，比如说女生总是会有一些限制嘛，就是不能做什么，怕危险什么的。但是男生的艺人的话，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，是这样说吗？想体验一下，体验一下男生偶像，因为常常会看有的男生艺人嘛，然后就可以宠粉。所以如果我可以当男偶像的话，会很想要就是照顾粉丝这样子。中午好哦。请照顾你。因为女生嘛，我们现在是女生嘛，所以感觉就是没办法做那种事。加油！也会修图，手脚都绑起来就。女生的话就可以啊，女生的话应该就不会管那么多吧。谢谢 Love You。第三题，为什么那么可爱？为什么那么可爱？因为你们有粉丝滤镜，哈哈，所以是这样，哈哈，谢谢枫叶，所以才这样，对，其实没有，哈哈。第四题，有运动会的话想参加的项目。有运动会的话，想参加的项目，我想一想，运动会有什么项目？运动会的项目啊，跳高，跳高，很想玩跳高，所以想玩跳高，就是单纯想玩跳高。不想跑步，除了跑步其实都可以。第五题，要不然来偷偷看你直播。可爱可爱，谢谢 Hinari， 跳一个背手绳。跳高也要跑得快，但是跳高其实就没有那么那个吧。因为跳高的话不会累，
跳高没有，我就是想要玩那个项目而已啊。还有什么？就没有了。丢垒球，丢球。一周年快乐，是9月1号一周年。谢谢，是想要来个有重力效果的跳高。不用去比运动会的时候，只有国小也没有比过啊。对，躲避球，我们来比躲避球。第五题，谢谢恶意大叔，谢谢。第五题是喜欢阿贝桑哪里？喜欢阿贝桑的哪里？你要想全部，全部喜欢哪里吗？性感代表，说对，全部太笼统，所以我要想一个嘛。应该说喜欢，等一下，喜欢他的身体，你不要讲的那么奇怪好不好？喜欢。具体的就好，希望他非常聪明。喜欢他讲八卦给我听。希望他一直跟我讲话。眼睛，你也要听，听不到。不是你的八卦，不是啊，他很常跟我聊天。主动找你聊的部分，对，喜欢八卦，最喜欢听八卦，喜欢他一直跟我聊天，出去的时候也是。八卦其实也不是八卦，反正就是聊天。第六题，聊天时拜托带上小心。谢谢北人神推，对，谢谢星之冠。要毕业了会不会很寂寞？现在还没有那个感觉。所以暂时先当他还在。第六题是选一位成员做情侣会选谁？选一位情侣会选谁？成员哦，哎呦，你就很难。
这个是要考虑很多，女生跟男生有不一样，这个是以男生为主还是女生？我的做情侣会选谁？两个都讲，一个女生，一个是女朋友，一个是男朋友，是吗？男，男。女朋友的话，等一下，想不出来，怎么没有妈妈可以选？我没有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有点难。如果我是男生，不知道。选择障碍发生，对对。如果我是男生，希望他是女朋友。选小晴，不会有小晴，不会有小晴。小迪。小迪，我要选小迪。我的女朋友是小迪，小晴直接出局，不是小晴，感觉就是那个闺蜜兄弟的感觉，不是亲人。女朋友的话应该会选小迪。男朋友，等一下哦。男朋友应该会选阿 K， 决定了，就是阿 K。递给小新，掌声鼓励。中二男友，没有中二，好不好？男友要选肉，肉肉吗？因为肉肉很喜欢夹娃娃，然后感觉他的氛围跟我没有很就是接近嘛，就是感觉我们的兴趣没有那么合，所以就。没有选。为什么是阿 K？ 因为阿 K 很温柔，然后好笑的时候很好笑，然后他其实他有时候害怕的时候，但是他不会讲，他会一个人装镇定，所以我觉得很可爱。就是可靠，而且他会默默陪在你旁边的感觉，会逞强。而且他应该比较不太会，就是有冲突吗？应该不太会有冲突，感觉不是会容易吵架的人。
和的个性，对。丢炸虾给他，他就开心是吗？可恶，阿 K 有点暖，因为坐飞机的时候，他每次都坐我旁边，哈哈。第六题是啊，不对，第六题刚刚讲过。第七题，会握他的手，会啊。我觉得，第七题，对，第七题。降落时的心情如何？大家好像都很怕，因为那个飞机就不知道它晃动得很厉害，所以大家都很怕。但是其实我觉得还好，因为我有一次是比较，那一次比较可怕，所以这一次我就觉得就是不舒服而已，但是没有到很可怕，就是这次没有想那么多。第七题是最喜欢的艺人，终于安全到达，照睡没有照睡啊，就是我就整个人不动啊，因为就觉得不动比较安全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这样。我就发呆这样子，我就放空，然后就不动这样子。公野下一题。公野真守，下一题。第八题，妈妈，我最近很喜欢 X1 的韩顺宇，所以有两个。然后，渡边麻友是我喜欢的前辈，所以我现在人生中最喜欢的应该就是这三个吧。好了，我觉得你们应该都知道。遇到对手，没有遇到对手，是不同类型，懂吗？哦，虽然我觉得好像很蛮像的，但是不同类型。X1 喜欢四十，为什么跳到四十题？不怕比较，对，就是不是同一个。你知道吗？不是同一个，对，不同类型的偶像。第八题是最近常喝的饮料是什么？直接试试，没有试试。最近常喝什么饮料？没有喝什么饮料。最近常喝什么饮料？没有喝什么饮料。在三十分钟内，心就知道输了。方式要买大家，不是，我也没有很常喝那个、啊。水？绿茶？优格，请了什么饮料？那个是什么饮料？我不知道，忘记名字。无糖的茶，对，无糖的茶。美招健康，美招健康。因为我就是不太会买手摇饮料的人，所以不常喝手摇饮料。谢谢仙女棒，可尔必斯我不太常喝，因为很甜。第九题是滤镜偏暖还是冷色调？偏暖色调还是冷色调？
其实我觉得哪边都不偏，哪边都不偏哎、欸，我有偏哪边吗？在说什么问题？看照片觉得好像是这样。我觉得我是偏冷色调，但是我会把饱和度往上调。嗯，就是我喜欢白光，但是我喜欢白光，黄光跟白光，我会喜欢白光，所以应该是冷色调。但是冷色调还是会有颜色，懂吗？鲜艳的冷色调，总之不是黑白，对。第十题，第十题，心目中的神曲是哪一首？心目中的神曲是哪一首？神曲吗？猫魔的歌。神曲哦，对我来说的神曲，我还真没有什么神曲这种东西。又来选择障碍，真的烦死了！为什么要一直给我这种困难的问题 ？Victon 也很喜欢 ，AKB 也很喜欢。工业诊所也很喜欢，什么都很喜欢，好烦哦！嘿嘿最爱听的歌，最爱听的歌，我就想听什么就听什么，没有最爱听的歌。必听的歌，必听的歌，当初真人是唱这首歌，最喜欢这一类的，我困扰，当初真人是唱この涙を君に捧ぐ，然后再上一次台湾真人那个是唱眉のために。Team Monster X 这个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那要你马上唱一首歌会选的歌，马上唱一首歌会选的歌。卡拉 OK 必点，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必点的歌，真的想不出来。我看一下我的 KK bus， 结果等一下就随便丢一首出。为什么最常播放的吗？最常播放的。KTV 唱《勇往直前》，哎呀，反正就是那几首，醉都很难选，醉都很难选。对啊，你也给我几个选项嘛。
多一点，其实都差不多多啊。我就偶尔想听日文歌就听日文歌，想听韩文歌就听韩文歌，然后中文歌就是没有，我就是只听这两种，所以就是对啊，全部都全部，你们听过我放的歌就是我喜欢的歌。缩小范围到四八句好了，四八句最喜欢的歌吗？听中文不太听中文歌。等一下，现在是 AKB48 Group， OK OK， 最喜欢的歌，好烦哦，好难哦，哎呦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没有脑袋，没有选项啊。我在这边卡十分钟吗？一题，等我一下。我就随便讲一首啊！啊，等一下，随便讲一首也很难。我是认真想不出什么东西。Fast Rabbit， 哈哈的歌里面最推荐的 TTT Festival， 真的都没 say 过，真的没有 say 过，我只是把问题打出来，但是我根本没有时间想要这样。第十一题，你还认真障碍查出，也挺严重，是认真严重。十一题，推荐一下宜兰的景点，真的要问我一个，真的要问我这个对宜兰常常抱怨的人，宜兰有什么景点吗？我想一下，推荐的景点呢？景点吗？那个传艺中心，传艺中心没去过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去一下。什么山的？什么山的？什么山？什么山？东门夜市，东门夜市其实蛮少东西。星空，新月光。粉鸟林，我觉得粉鸟林可以去，天气好的时候。对，大概就这几个，夜市、传艺中心、粉鸟林。石头可以拍照，那个我就不知道在哪里。第十二题。最喜欢什么运动？最喜欢什么运动？跳舞，跳舞是运动吗？是啊，跳舞真的很多鸟，没有鸟，没有鸟，没有鸟，是吧？是运动吗？好，那就这样啊，就这样。十三题。入坑时期是什么时候？应该是在2014还是2013的时候入坑，2013吧，2013吧，应该是2013年入坑。噔噔，十四题，喜欢上马友是什么时候？2013啊，就是入坑跟入马友坑是同一个时段。是同一个时段，对，所以都是2013年。
然后到2014年的第一名的时候，我在家里哭爆，我哭爆，我在家里看转播，我跟我表妹在电脑前哭爆，跟我同时吗？跟我同时入坑。2013是几年前？6年前，11岁的时候。谢谢新之冠。尖叫老爸，我超吵的，我那时候在吃晚餐，超吵的。而且因为你知道吗？那转播都超久，超久。我看到我妈说：“哎、欸，你到底看完了没有？”我说：“还没，还没，重头戏要来了，快点。”然后两个就坐在电脑前面大叫。大家看直播看到哭，对，只能第一次登顶那一次，房间直接掀起来。2014年第一，所以是2013的时候就，2013的时候有看，那时候好像总选我也有看转。为什么台湾新闻还会播？是哦。第15题，正式成员和研究生的最大差别是什么？34岁。研究生的最大差别是薪水，不要讲那么现实的东西。嗯。最大的差别吗？我想一下。最大的差别，我是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差。嗯，什么差别吗？没有什么感觉。因为我觉得。其实我觉得，我那时候当研究生也觉得跟正式成员没什么太大的差，因为就是因为还是会互相，你知道吗？正式成员跟研究生关系还是很好，所以我就觉得那个界限我实在搞不懂有什么差别，只剩现实了，对，只剩现实，我觉得现实对，资源。果然只差在那个，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？我认真不知道，我认真不知道有什么差别。对，我也觉得选拔跟非选拔差比较多，我觉得这好像还好吗？反正就是那个头衔差很多，是吧？也没有啊，我现在也没有特别讲说我是。正式成员的履历没有特别讲，所以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差。第16题，站在 C 位的感觉，这个为什么感觉好像一直被问过很多次？站在 C 位的感觉，就是。感觉吗？感觉吗？就是很新奇呀、啊，很爽。小白，不要就是同整那一个字好吗？不能偷懒，对。那是因为的感觉，就是，一开始，因为其实这首歌，TDP Festival 这首歌其实对我。大家来讲不是一首很困难的歌曲，所以我当上 center 这件事情，我自己压力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，对，除非我哪天突然当了什么乌扎什么 no way man 的 center， 我一定崩溃，我会爆炸，那个就真的会有不同的感觉，但是。
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开心，开心可以当 center 这个位置，就是对吗？就是其实我没有很对 C 位这个压力很大，现在啦，现在啦，这首歌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压力很大，不想当什么人，就是是很开心的，很开心的当上 center 这个位置。对，虽然还是有点担心，就是所谓的研究生升上正式成员，然后就当上 center 这件事情，是蛮奇怪的事情。但是因为也没有感受到大家的怎么说呢？大家的也没有听到什么不好的话，对，就是也没有我想象中的会听到很多不好的话，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好像还蛮安然。是吧？是这样讲吗？所以就觉得，因为这样，所以 C 位这次的 C 位对我来讲是让我比较有自信的一个根据，根据给我。让我更喜欢这个，给自己更多动力，应该是这样的，给自己更多动力，这个 C 会让我有更多的动力的感觉吗？一个肯定，对。但是比较有自信，我今天一直咬到舌头。对，大概就这样。第17题，晚餐吃完会睡吗？晚餐吃完不就是要睡觉吗？晚餐吃完会睡啊。其实有时候啊，有时候吃很饱的时候就超想睡。有进媒体组反而比较有感。媒体组是什么？我记得我以前有听到这个词，但是我忘记了，是初期的 AKB 才会讲的词是吗？我忘记是几到几前面那个叫做媒体组，忘记了，这什么问题？你问那个问的人是谁？其实我也不知道问的人是谁，忘记了。吃完真的吃很饱会很困，但是大多数我吃饱不会马上睡。选拔是媒体组，我记得之前我看，我以前去翻以前的 AKB 的话，对，就是那个说法，就是。选拔21的前12人是媒体组这样，对，我记得说法是选拔跟媒体组不是一样的东西，所以应该是那个说法没错。十八题，十八题是会以课业为重还是以 AKB 为重？当然是两个都为重啊。但我个人是觉得我大部分的心思是放在 AKB 这边，但是学业也没有荒废，但是如果真要比大小的话， AKB 会比较大一点，就比如说考试跟AKB 的工作，我会选工作，懂吗？就是如果一定要分的话，我还是会选工作这样子。
可以取好平衡的能量。所以就是我不会因为我要为 AKB 为重就不念书，是我还是会念书啊，只是我还是会以 AKB 为重，懂吗？好好追梦，毕竟一生一次。对啊，就是考试嘛，考试都从国小考到高中的，就少一次应该没有关系。真的要见过两次，真的很幸运，始终是梦想。第二十，十九题，十九题，最喜欢妈妈什么地方？为什么妈妈出现率这么高？考试也补考，我都没办法。考试其实没办法补考，我们学校的话，小考的话可以补考。最喜欢妈妈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吗？我喜欢她，她认真的时候很认真，然后笑的时候很好笑。怎么说呢？就是她有那个反差。反差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吧。反差的时候，像是他演唱会的时候，表演的时候就是很帅很厉害，然后到 MC 的时候就会恢复正常。恢复正常不对，就是那个反差很大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喜欢他的反差。帅气又幽默，对，但你不好笑。我喜欢他的笑容吗？他笑的时候很喜欢。这里大概20分钟，没有要讨论这么久。20题 ，NC 的时候不算，不是 NC 的时候是可爱，很好笑。会就是真的会很开心的那种。20题是，如果可以拥有超能力的话，想要什么？如果可以有超能力的话，我想要什么超能力？我想要可以控制时间的超能力，就是我想要可以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，知道回到以前。去到未来，回到以前，就是，对，我是一个很喜欢，我想要知道做了这个选择之后的结果会是什么，然后如果不做这个选择的话的结果是什么。如果假如说我有时间控制时间这个能力的话，那我就可以就是每一个都走偏，你知道吗？下班了，拜拜，拜拜。需要时间宝石。读心术呢？读心术其实我觉得我不需要读心术这个东西，因为其实一直读人家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的话，我觉得也没有，自己也不会多开心啊。预知未来，我想要预知未来，又想要能回到过去，所以我要。时间，因为不能改变过去。再做选择。存档，存档。抢红包，准备刺激 ！Fresh MV X1 是出来了吗？好想看。小叮当也是不错的选择。谢谢枫叶。第21题，怎么样保养皮肤的？怎么样保养皮肤的？我没有保养皮肤，这个就是
年轻的任性。等我老了再问我这个问题，老了就不好了。对，没有在保养，对，我真的是认真没有在保养，真的会被骂的那种，会被骂的那种，没有在保养。所以我也没办法回答。谢谢掌声鼓励。等下火箭炮，对，就是会被骂的那种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在保养，可能真的以后就会开始保养。谁在保养？谁在管？大家都有保养吧？我不知道，听起来好漂亮。我就只是黑眼圈重了点。其实我觉得诗雅皮肤很好，所以你可以问诗雅怎么保养。对，我真的觉得诗雅皮肤真的很好，所以你们可以问诗雅。22题。最想变成 TTP 的哪位成员？最想变成 TTP 的哪位成员？好难哦，为什么我有这个问题？最想变成哪位成员？没有特别想变成哪位成员，我没有特别想变成哪位成员，没有。答案是没有，答案是没有。总之，先讲小晴不要。第23题，23题是歌店喜欢的角色前五名。歌店喜欢的角色前五名，好哦，我想一下哦。想一下哦，谢谢枫叶。这个还真心难，我是真的觉得真心难。只念滴滴，我可以不要有顺序吗？我选五个就好了。他的名字叫什么？连，然后吉诺塞托基亚，米卡泽爱伊，卡米尔，然后。累积，不是我，02。这样的话，有三个都是前辈组的。24题，低落的时候怎么打起精神？低落的时候怎么打起精神？先想。为什么低落？先想我为什么低落，然后开始就是，先想我为什么要低落，然后对低落的自己生气，然后我先哭一波，之后我再看我喜欢的，再看 IG， 看 YouTube 什么的。然后睡觉，隔天起来就没事。看妈妈，听歌，什么都有。看日中，对，看日中真的会很开心，就是会忘记所有的。25题，脑袋里最常想的事情是什么东西？我想一下。放空，
笑，但其实大多数都在放空，就是我不会想，最常想的事情应该是要吃什么吧，应该是要吃什么吧，哎，要吃，等一下要吃什么这样子，帮你听了 Flash， 不要跟我讲，不要爆雷，我等一下自己听。不可以用妈妈这个答。二十六题，跳舞时有觉得哪个部分最不擅长？跳舞时觉得哪个部分都在放？最不擅长的地方，真的真的很累，比写期末考还难。想舞台这种真的超难，爆雷被掉。爆雷被掉，我不开心。我昨天已经很期待了，不要让我不开心。我不开心。最不擅长的地方吗？应该是边唱边跳这个东西吧。就是因为边跳的话，假如说你没有很熟那个舞蹈的话，但是你要唱，怎么说？因为要顾你的表情，然后又要唱歌。但是唱歌其实我不是在意肺活量，我是在意我歌词会忘记，就是我一个晃神就会忘记歌词，所以我觉得很，怎么说呢，我觉得跳舞最难的应该就是歌词吧。我真的觉得歌词超难的。我那时候要去上海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表演歌有时候要日文要中文，所以每次唱，我唱一唱就不知道唱到哪一段去，然后就，怎么办？然后我去的前一天还在，怎么办？歌词还没背好，就超，我崩溃，快崩溃。因为，尤其是我觉得中文词真的超难背，我觉得中文词超难背。有时候什么你呀，就是每个人的讲法，每个人讲话的方式不一样，所以用的词也不一样，所以就会很。混乱，会混乱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发现、发掘、发现、发掘。比如说，你是一个常常会讲发现的人，然后他就是要唱发掘，你就是发掘，就是会忘记，真的很困扰。日文歌比较好记，我觉得日文歌比较好记。可能是因为听久了吧。更新了 IG， 谢谢枫叶。第27题，喜欢长发还是短发？我个人喜欢长发。中文比较没规则，中文它怎么组的话，就是它都可以，用的字都比较难，超难。超难的，真的超难。我们那时候唱 TTV Festival 的时候也是啊，不疯不休，陪旋律摇摆放松，越跳越畅快，对对对，就是会。那时候背的时候就，这个好饶舌这样子，所以就是背词其实很。唱什么都可以，不可以好不好？大家每个人都唱不一样，那个出来的声音很超奇怪，真的超奇怪。28题，为什么可以那么早起开直播？为什么可以那么早起唱开直播？这么早起开直播，就是因为其实我就是对。我对时间观念我很在意时间观念。就算虽然我是一个不能早起的人，但是我会为了要准时，所以我会早起。就是为什么可以那么早起？没有给我一个原因的话，我不会早起。不给我一个原因的话，我不会早起。所以你要给我一个需要早起的人，我就会早起。
你叫我早起，我就会早起。比如说有工作，明天要六点起床，我就一定会六点就是起着，就是反正从小吧，可能是从小到大的习惯，就是我不喜欢迟到。我不喜欢迟到这件事，我对迟到这件事非常的有恐惧感，所以人生中其实不太迟到。有需要就早起，对，一种职业，我觉得，对，准时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威力，很有，对。别人迟到会生气哦，是不会到生气的。别人迟到我其实不会生气，但是真的太久的话，我会念他，我会念他说为什么我会迟到那么久，然后我大概隔一阵子就会说他之前迟到还迟到这么久，反正我就是会一直拿他迟到这个来讲，但是其实我没有很生气，但是我会不知不觉就会第十遍迟到这件事情。谢谢枫叶，永远走到底。在闹钟响前起床，其他事都不会迟到，除了上课。要抱怨哪位成员最常迟到？你们当然知道，你们应该都知道是谁吧？还有小型的口音也会被这样被 diss， 对，我会对人家做了什么事情，我会印象很深，我会记得很清楚。好容易迟到，就是我们的潘小姐，潘米娜最会迟到了。潘米娜最会迟到。每次你知道，比如说八点，然后7:59的时候，哎，米娜在哪里？然后下一秒他就出现，他就是会压线，就是超会压线的。然后，但是还是有时候会不小心，就是8:01:02的时候才到这样子。压线，但是他还是会就是超过这样子，会不会就看不到他？所以我每次都很担心他，我就说 Mina， 你拜托你以后早一点出门，你就知道那个车会晚，你就早点出门。但是他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每次都那么刚好，不能急，真的出现的，他就是很对，很会压线，你知道吗？他怎么可以算这么准呢？而且前阵子不是板南线什么有意外吗？就是停住这样子，然后我就看到 Mina 就跟我讲说，那我现在在捷运上，然后那个捷运都不动，然后我觉得我今天会迟到，我就说，那你跟姐姐讲了吗？她说我已经跟她讲了，为什么那个什么搭的那一班会迟到？然后说你搭什么线啊？我说，然后她就说她搭板南线啊，我说我刚刚也搭板南线，我怎么没有卡住？然后我后来得到的结论是，我搭的那一班是，就是前一班，就是没有，他可能刚好就是搭到那一班，那就应该是他很衰吗？我也不晓得，就是他刚好就是被卡在车上，所以我就说，Mina 你自己加油啊，因为那时候好像我已经。到公司的时候，我看到 Mina 说她卡在路上，然后就说你为什么卡在路上？这个时间点卡在路上。连捷运也欺负他，这样子好惨，真的很惨，真的很惨。就他会遇到那种奇怪的事情。29题，为什么是英文呢？Can you speak Japanese well? 你好 ，H， 你好，你好，真的抖 M， 抖 Mina， 仓鼠腿比较短，那有一点低音。
迟到体质。我不来。Yes. Will 是什么意思 ？Will 是什么意思 ？Will 没有意思。Can you speak Japanese? Yeah, I can say Japanese. 都有红灯就去。说的好吗？Will 是好的意思。好吵，不喜欢这声。为什么他会一直叫？很吵。Well， 好。可是他应该不在这里吧？喜欢，谢谢。三十题，用一句话形容自己。用一句话形容自己。泰国来的粉，好惨的声音。窗户学猫叫，你们听得到吗？题目都是哪里来的呢？在我的IG 有一篇文章的底下留言。点歌恋人未满，用一句话形容自己吧。佛系生活，佛系生活。佛系人生，我就是一个工作也佛系，学业也佛系，沉淀模式，阴暗宅。真晚安就没有歪了喂，没有歪了，我的留言好像不太常歪了，我就是其实还蛮好的。玩游戏也佛系，对。32题，怎么克服在人群面前表演不紧张？怎么克服在人群面前表演不紧张？不紧张吗？就是做好准备啊，做好你要表演的东西的准备，你就不会紧张。你有信心，你等一下，你有信心，你表演的内容，你就不会紧张。但是你对你表演的内容没有信心，你就超紧张。对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所以就是做好准备就不会太紧张。现在不太会紧张啊，因为就是还好，但是。现在是纠团盖歪了，不要盖歪了。你们这样会被讨厌，多演练，有信心会爆炸就不会紧张。对，就是其实谢谢好多爱心 ，six sheep， 你何か怒ってもらった？怒ってもらった？ないです。不可以输吧，要让林一做好。不可以速报，什么速报？睡三小时，看到你精神起来，好开心。歪了会被林英讨厌。机长会你好可爱，谢谢。机长会真的超快的，就是超快的。谢谢枫叶，谢谢艾米尔的啾啾你哦。花柳会被ban吗？不会啦，只是你们不要乱，就是不要去别人的留言底下乱，然后被人家知道你是我的粉丝，我会生气，我会生气，觉得丢脸，不能丢我的脸，可爱又可爱，谢谢玫瑰。现场会很慢的话，后面的人会听。那时候真的是快到一个爆炸，你知道吗？完全是。这个速度，我已经看不到人了，你知道吗？超快，都没有注意到激过你，超因为很快，而且
是每个姐妹们，所以你要突然哎 thank you 你好你好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，然后就然后因为假如说我是粉丝，结果 JKT 过了之后，然后就突然变我们这样，就会突然然后就会忘记要讲什么，不会吗？我会，我真的会，小心直播乱 K 了，不行，不要去人家那边乱好不好？周同学的龙，谁啊？周同学的龙，好可爱，就下线，拜拜拜拜，又学到这样子。就是看起来脑子会用，真的，你知道，好像是 S H， 然后什么 S G O J K T， 然后 T T B N K A K B， 好像是这个顺序。然后你就哇 ，Thank you, nice to meet you， thank you， fighting， 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好啊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啊，お疲れ様です，お疲れ様です，啊，是就。当粉丝的话真的超累，你都不知道啊，这边是 SGO， 这边是 JKT， 然后突然变成 TP， 然后就你会脑袋会混乱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乱，好，不要乱。我刚刚讲到第几题？大家，我刚刚讲到第几题？现在讲的人，你们都有联络吗？我吗？我其实大多数我都跟我不太对，因为我真的不会讲，我真的不会讲英文。三三，要三三的是吗？三十三题是舞蹈是怎么练习的？舞蹈是怎么练习的？就是老师教的，老师教的。老师教的，老师教的，然后自己常常去看影片，就是舞蹈的教学嘛，或是看人家 live 的表演，或是演唱会的表演，然后去看人家为什么可以跳得那么好看，这样子，就是会想知道为什么人家跳的那么好看，虽然是同个舞，但是他跳的很好看，所以就会想为什么是哪个地方多了一点会比较好看，所以就自己研究一下，就是常常就是比如说在家的时候就会想尽办法把那个动作做到最好，就会想要因为想要跟别人不太一样，所以就是会找一下那个可以加强的点，就是可以加强的点，就是不单纯只是把动作调好，就是可能可以再多一些力道，或是再软一点，就会不一样的感觉。34题，觉得自己最有自信的地方是什么？最有自信的地方，谢谢阿 Q 啦。谢谢麦克风，很棒。最有自信的地方应该是跳舞吧，跳舞的话对我来讲是一个我喜欢的东西。笑容嘛，笑容我是觉得还好啊，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会就是笑得太开心，反正我觉得没有那么好看，所以最有自信的地方应该是跳吧。虽然我不是那种会跳街舞什么很厉害的舞蹈，但是我也有自信，我可以学这样子。谢谢仙女棒。虽然我没有跳过街舞那种 breaking popping 那种很帅的舞，什么 girl crush 那种，我是虽然我没有练过，但是我对我自己是蛮有信心，我可以学好舞蹈这样子。
所以应该是这个地方吧。谢谢仙女棒，接着玩，因为易云真的很厉害，真的，我觉得大家不太清楚，就是我们团里谁最会跳舞，但是我觉得 Mayu 跟易云是真的很厉害，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多夸奖他们，就是多夸奖他们跳舞很厉害这件事情。谢谢大家的礼物，对，是真的很厉害。其实我觉得他们如果可以，就是易云是武棍等级，真的是武棍等级，我真的觉得易云可以，就是因为他真的很会跳舞，他也会常常去上别人的课然后练习这样子，我真的觉得他可以就是录一小段放到 IG 也好，就是可以宣传让大家知道他会跳舞这件事情，因为我觉得大家大多数的人不知道易云会跳舞，很会跳舞这件事情，大家的印象就是顶多可能看过他跳 Love 修行，什么闪亮的心，就是这种，就是这种东西其实大家不会很吸引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没有看这种舞，其实大家都会跳，所以我觉得他如果可以放的话，我觉得也可以吸引粉丝嘛，就是因为是真的很厉害啊，就是跟 Mayu 一样， Mayu 之前也有在 IG 上面放他跳舞的，所以大家知道他跳舞很厉害，然后也会有人帮他分享出去，就是让大家知道他很会跳舞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他可以放一些影片这样子，都在直播头吧，对啊，大家就可以推广一下，就是不然其他人也不知道我们团会有那种很会跳舞的人，其实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，所以可以讲一下。谢谢仙女棒。太多其他人不能放来着。啊，对，太多其他人，他可以自己录一段啊。我觉得，如果他害羞的话，他不敢放。其实他们可以找一下 Mayu 跟，就是他们两个可以一起然后 cover， 你们觉得有没有很棒？这个企划真的是很完美。哼，到了第几题了？哼，第35题。35题，肉肉也蛮厉害的。肉肉的话，肉肉是需要，就是他没有去所谓的那种很厉害，但是他其实我觉得他也是有舞蹈细胞的人，但是他跟我们一样是需要练习，需要老师教，然后需要好好练习的那种。但是易云跟 Mayu 我是真的觉得他们就是不同 level， 你知道吗？不同 level。 Mina 也很厉害，Mina 也很厉害， Mina 超棒，希望才能都能被看见。对，所以大家就可以多看大家的直播啊，因为每个人的特色不一样，每个人会的东西不一样，所以大家可以多观察一下，已经可以 freestyle， 真的是可以 freestyle， 他们是真的 freestyle， 大家加油，谢谢。435题，有在 follow 韩团吗？有在 follow 韩团吗？有，当然是有，但是其实不多，就是 IZONE、TWICE、X1、PRODUCE 没了。就是我其实就是因为就是看 Produce 48之前就是看 Twice 这样子，然后 Produce 48出来的话看 IZONE， 然后再多一个 X1 啊 Victon 就没了。其实我没有很了解韩团。你除了圣女还有喜欢谁吗？小可爱还有甜灯。喜欢谁吗？Kim Yo Han。 对工学才艺有什么想法吗？我
我真的觉得那时候我真的哭超惨的，我那时候真的是哭超惨，所以我就是对，好险他们有一起上，因为其实有朋友一起努力的话，真的差很多。Girlfriend 真的，其实我都喜欢的，其实我都喜欢。X 跟第十名的话我就还好，但是其他的话其实都可以啊，还有第四名也还好，所以对，因为那次所以必须推 IZ ONE， 我是没有推 IZ ONE， 但是我喜欢那个团，就是我其实算团推吗？虽然我一开始对 Produce 48的结局没有很满意，但是我现在其实我也没有到仇恨值很高，所以我其实还蛮随和的吧。交新朋友 ，BTS 的舞很难跳，想也知道很难跳，想也知道很难跳。36，人生重来还会加入 TTP 吗？人生重来还会加入 TTP 吗？答案是，我不会再加入 TTP。其实不是一个很那个的答案啊，就是我不会再加入，是因为觉得意外吗？意外吗？可是人生都重来了，还要再经历过一次吗？我就想说，可是都已经体验过了，跟想象还是有差吗？不是啊，人生重来了还会加入 TTP， 就是因为，网路不稳，就是因为我现在已经在 TTP 了，然后，假如说我已经人生重来了，我就不会再进来的团体。人生从来就是会想要尝试不一样的东西。其实不是说我讨厌什么，就是我不想再加入 TGP， 是我觉得没有必要，就是两次都要加入 TTP。 我想说人生终于重来了，结果我还要再过一样的人生，我就觉得好像有点无趣，就是浪费了那个时间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没有体验过会想怎么？假如说你是说这个问题是，假如说你回到甄选前你会想要再加入 TTP 的话，我会说我会想要再加入 TTP， 但是这个问题不是说人生重来，我现在已经在 TTP， 但是我如果再重来，我还要再进去 TTP 吗？我可能是我们想法不太一样，就是我们对这个题目的想理解不一样，所以不一样。对，我是说，如果你是问我后不后悔，是我是说不后悔这样，但是我不会就是，比如说我转世了，然后我还要再。倒是可以理解，但是什么记忆力也消失的话，人生重来，那也要看我那时候长怎样，然后我有没有自信，我有没有喜欢这个团体，我才会决定我要不要再来啊。变阿布。37题。追梦永不放弃的决心或动力是什么？永不放弃或的决心或动力是什么？就是呢，应该是因为还有人在支持我们，所以也不想这么快放弃吧，就是想说。都到这里了，然后这么快放弃，好像也有点，就之前的努力就白费，
所以我觉得除非没有达到我真的满意的时候，我应该都不会放弃。决心跟动力就是成员和粉丝。还有能够表演是动力。假如说哪天真的都没有表演了的话，就可能没有那个动力。第38题，如果有机会去日本发展，会想去？当然会想去日本发展，虽然我知道日本发展是个竞争激烈的地方，但是也不会说不想去，就是想试看看，但是也没有必要自己一定要闯出一片天这样子。对，我是觉得我没有必要一定要闯出一片天，但是就是想要去看看这样子。39题，假如能够变成男生，想要怎样度过？如果变成男生，我想要怎么度过？变成男生想要怎么度过？变成男生想要怎么度过？我还真不知道变成男生要怎么度过。变成男生得干嘛？对啊，变成男生可以干嘛？去搭讪。做点打球运动，不要好累。对啊，变成男生可以搞。你很多汗，不要，好热。能够变成男生。当女生都可以做，对。我想要腹肌，变成男生的话，想要有那个好的身材，想要有好的身材，然后我就可以一直在家里看肌肉这样子，就是我想要，因为我对。肌肉其实我没有很喜欢那种很有肌肉，但是我很喜欢漂亮的肌肉，所以我就会想要每天，我想要天天看着好看的肌肉的那个线条，你知道，我不是想要那个这种很大的，就是我只是想要看那个形状。练给自己看，真的会练给自己看，真的会，因为我自己会想要，我自己会做仰卧起坐，然后有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会比较明显，我就会盯着镜子，我会看很久，我就要这样看那个腹肌，就这样看，然后就可以看很久这样，我就一直站在镜子前面，我就一直站在镜子前面看我的肚子，而且在看肚子，就我喜欢那个线，就觉得看着很疗愈，所以而且男生的肌肉感觉就比较好练嘛，是吗？就觉得很，就是想要感觉男生的肌肉跟女生的肌肉看起来不太一样，所以就想要看看一个小时，对，站在地上看，不好练，是因为女生的肌肉就是怎么说，女生不要有六块肌比较好看，所以我觉得要看六块肌的话，就是变成男生再看六块肌。第40题，上海演唱会有什么期待的吗？其实我去之前真的很期待啊，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们要表演什么歌曲，所以很期待穿上不一样的衣服。然后表演，然后看到很多
上海的粉丝，所以就真的很期待啊，而且又可以再看到那么多姐妹团，那时候真的是就是期待，然后就一直在想到底要怎么去认识其他成员，然后因为没有阿北桑，所以就想了很多，想了很多，期待就希望自己有勇气可以去搭讪前辈这样子，所以那时候是很期待，很期待可以看到前辈们，然后期待休息室什么的可以打招呼什么的之类的，然后期待换衣服，然后看到很多认识我的人这样子。后来有主动去搭讪，有啊，我去了他们的休息室，就我一个人。41题，觉得何小晴是命中注定的吗？命中注定的吗？可能在这个人生中应该是命中注定吧。觉得就是一个很神奇的感觉，我们在甄选的时候明明是就是非常不熟，就是一个就是一个香港人一个台湾，然后也没有什么关联性，就是完全没有什么关联性，嗯，就是那时候就只有直播这个东西，然后就偶然听到了有人说喜欢我这件事情，然后就去认识了一下，后来也是有一些活动有看到他，然后就有稍微聊天聊天，然后后来真的上了之后，那时候我上了之后就在想他会不会上这样子，然后就到很后面的时候他上，然后就很开心，很开心他可以上，然后到后面之后，因为阿北桑跟阿北桑一起练习，我们跟阿北桑一起练习，然后跟阿北桑变得比较好了之后，他就过来跟我讲说，他就可能他有点羡慕吧，所以他就有点吃醋，然后就过来找我，然后就然后后来又他也跟阿北桑变得很好，我们三个就跟阿北桑很好，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应该算命中注定，就是没有想到到最后还是在一起，连生哥也是在一起，所以是真的蛮有缘分的吧。42题，除了日本想去哪里旅行？除了日本想去哪里旅行？想去哪里旅行吗？想去比较冷的国家。因为我都去日本，但是我也只去东京，所以会想要去北海道之类的，想要去韩国看看，因为我想要去那种物价不会的那种国家，所以就欧美那种国家就没有什么太大的，而且飞机又感觉要坐很远，所以我就不是很想去那种很远的地方。对，我不是很想坐去很远的地方，所以我的选项就只有在那里，日本这边附近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我不想要去很远的地方，所以，但是，对，所以就除了日本，其实我也没有特别想去哪个国家。神奈川吗？都想去啊，有机会的话都想去。43题，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呢？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呢？就是希望可以。接下来的目标吗？希望台北小巨蛋之后还可以，希望台北小巨蛋后还可以很忙碌。之后的梦想吗？就是希望还有人，
单独战胜小巨蛋，还没有预定上，就是希望梦想、目标，接下来的目标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让你忙到抱怨。接下来的目标呢，就是希望我的粉丝可以越来越多，然后能够成为比较让大家安心的成员，然后也希望能够稳定的在选拔里面，还有什么？然后希望自己可以在 Team TV 里面的。怎么说呢？可以一直在上面，不要掉下来这样子。我希望我自己可以不要堕落，希望自己不要堕落。是这样讲吗？就是希望我自己可以保持在上面的。谢谢大家的礼物，希望就是那样。对，维持住，对，维持住。然后虽然可能最重要的是靠我自己，但是也需要靠大家，需要靠大家支持，我才可以就是有动力。谢谢看好你哦，将来想成为怎么样的偶像？什么样的偶像？哦，44题，什么样的偶像？想成为就是让粉丝骄傲的偶像，就是希望可以成为你们如果。敢说出来我的偶像是谁，如果可以成为那样的偶像就好了。太阳下山了，我忘记现在是晚上了，所以我不能这样开灯，所以我要开灯。突然变很亮，之后的梦想，第45题，需要换个角度，需要换个角度。鸡汤味好重。更多人知道这个团体叫之后的梦想吗？这个嘛，我需要想一下。之后的梦想，没有想过
之后的梦想会是什么，但是是那种可以常常看到我的事情吧。感觉以后的梦想，我如果假如说我不当偶像了之后，应该是不会出现在荧幕前的活动吧，我个人是这么觉得。对，我有可能会当幕后工作人员。我觉得我不会在幕前，我觉得我结束这个之后，我就不会在幕前，因为没有什么特别。对，想当幕后。对，谢谢仙女棒。之后的幕前，影像创作。你说我是当 YouTuber 吗？公务员应该不会，声优也算不会。声优的话可能会比较有兴趣吧。46题，放假最常做的休闲活动，睡觉。修图大师，去当摄影师。听你说话的手比手，手比来比去非常舒压。休闲活动就是滑手机跟睡觉跟吃饭就没有了。竟然可以塞一整天，不行吗？我觉得还蛮可以的。47，喜欢或不喜欢的食物。喜欢的食物就是肉，牛肉。不喜欢的食物就是纳豆吧。还可以做饭。你会赖床吗？还好，看情况。48题，早餐是中式的还是西式的？我觉得我个人是算西式的早餐，因为有时候早上不想吃，不想吃早餐，因为我觉得很早上胃口不会那么好。所以我没有很喜欢吃早餐，但是硬要吃的话可能会吃优格、牛奶之类的、面包之类的，就是比较负担没有那么重的东西。对我来讲，早餐店的东西对我来讲有点就是油腻，有的早餐店了。中式的有点就是早上虽然是很香很想吃，但是通常中式的早餐吃的有时候会不舒服，或是想睡觉之类的问题很多。38题，有机会出演的话想挑战哪个角色？ A 舞台上闪亮的偶像， B 追随偶像的高中少女， C 欺负高中生的大姐头， D 偶像的助理。几乎只剩五次，适合下次。对，答案呢，应该是49题，49题。我的话呢，我应该会选 B， 追随偶像的高中少女。我觉得这个的话比较自在嘛，比较像我，所以我会想要选 B。
然后第50题的话 ，Unit 想唱哪首歌？一是 Gatte Ojisama， 二是 Candy， 第三是残念少女。我的话应该会，今天不在早上开始。对，今天就是对，今天在下午4点才开始。垃圾桶的话，会选 Candy。Candy， 因为我觉得詹念秀就要讲那个台词很羞耻，所以我选二号。对，下次又是早八了。现在在下午的你，对，难得在下午的你，8点都会很忙。可恶，猜错。结束了，50题。记得忘掉歌曲，大家如果有想什么问的，你可以再问一下。就是现在的话，羞耻一点。谢谢 Love You， 谢谢掌声鼓励。觉得马尼拉怎么样？马尼拉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团体，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团体。之前有听说马尼拉是宝藏团的说法，是真的很厉害。有想过从 TVB 毕业那天，从那天的情景吗？没有。开机会 ，BNK 也好厉害。截图吗？可以啊。期待下次的直播。这阿贝桑的想法是什么？就是一个。他有他自己的，他有很多他自己的想法，然后他常常会帮我们说话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可靠的存在。然后之后的话，他毕业，所以我们就剩下诗雅了。所以诗雅队长，请你对，就是当我们的靠山。谢谢魔法棒，要截图吗？大家要加扭听，你可以自己加。这些歌真的给人什么感觉？给人什么感觉？听 TV 的真的给人什么感觉？不知道，什么是给人家什么感觉？对，是呀，请当我们的靠山。偶像和偶像的有很多观点跟你们一样。如果我哪天真的胆子比较大了，我可能会讲。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的资历都差不多。谢谢何恩的新之冠。妹妹，頑張ってね，頑張ります。谢谢毕业了，你愿意接任队长？不愿意，我不要当队长。我不是当队长的料，真的不是。
八点都凑过去了，当你们的靠山。谢谢 Kiss 猪猪，谢谢大家，晚安，耶耶，结束。啊，然后啊，我的 IG 的照片呢，我会尽量更新啦，但是你们觉得要每天发还是慢慢发会比较好？因为我就是怕照片很快就用完了，所以大家大概一个月没有看一次。纪国树，不急不急，好。你的特色是什么？不知道，反正就行。好，那就请大家期待一下我在上海拍的照片，虽然大多数呢都是在舞台后面休息室拍的照片，所以大家就多多少少看一下吧。因为都被你删掉，对，大家就拜拜，马达尼，拜拜，一定会看，好，后台最好看，平常看不到后台，我今天没有画眼线，拜拜，拜。对啊，那排名没有人跟我讲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，OK。今天的第十名有两个哎，那就念两个吧。第十名是艾米尔，谢谢艾米尔，嘿嘿，谢谢。另外一个第十名，那个怎么念啊？什么什么包？一个金在一个针线的针是什么东西？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吗？念针吗？一个金在一个针线的针，有人知道那个字叫什么吗？麦克风遮住，可是我没有遮到麦克风。现在吗？真就真的真好。第十名是真包跟艾蜜儿，谢谢。第九名是阿基拉，谢谢阿基拉，嗨嗨。然后第八名是坤坤，谢谢坤坤，谢谢坤坤。第七名是建成，谢谢建成，谢谢建成。第六名是金佑，谢谢金佑。第五名是 Wilson， 谢谢 Wilson， 耶。第四名是透露奖，谢谢透露奖，谢谢透露奖，谢谢透露奖。第三名是傅伟，谢谢傅伟，谢谢傅伟。第二名是夜市冰泉，谢谢夜市冰泉，谢谢夜市冰泉。第一名是我们的小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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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那天有来接机的大家。虽然我们走的真的是非常的快，但是辛苦了大家。对，我们那天真的走的有点快，所以很抱歉没有待那么久，谢谢大家来接机的大家，真的快，真的快，真的快，辛苦了。
太快了，顺着。但是拍糊了，没关系，谢谢，拜拜。礼拜四吗？礼拜四见，拜拜，拜拜，记得还可以买 TTP 的 TTP Festival 的单曲，请大家多多支持，然后 MV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，拜拜。